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9面，倒数第四行。微尘与无量佛所广知众善之人，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。所谓救世之心者，第一句话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能信、能修学、能真干，就如同经上所说的，过去生中啊，我们遇到无量诸佛，在无量诸佛大会当中啊，广植善根啊，所以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深厚。没有善根的人，纵然是具足世之变聪啊，听到这个法门，见到这个法门呢，他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。哪些人呢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啊，我们在年轻也是知识分子之一，有这个现象。我们是过来人，遇到了不相信啊。这个经展开来看，我们看不出，看不懂，看起来好像也不深啊，很浅显的神话故事，讲极乐世界虚无缥缈，无法接受啊！啊，看《华严经》，佛门里面的文艺作品、小说，啊，描写想象当中的极乐世界。都是这样想法呀，没有人想到这是真的，真有其事，绝对没有人想到啊！像看《西游记》一样，看《封神榜》一样，是这种心态来看佛经，这是什么呢？善根福德过去是有，现在被烦恼习气盖覆了，障碍了，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障碍去掉，再真相信啊，二三十年的时间不短了，天天在认真学习啊，有好老师在旁边指导啊，所以想起来呀，这实在是非常的幸运啊！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督促指导啊，自己稍微懈怠一点，这一生对这个法门呢就错过了。不是说
没有善根福德，善根福德修的不够厚啊！啊，善根福德真厚的人，我们也见过。啊，农村里面，阿公阿婆一说，他就相信，他就不怀疑。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这是大善根，大福德。啊，他没搞清楚，他就相信，听了就相信，就不怀疑。啊，他就真干，三年五载，他就预知时至往生了，极乐世界去做佛了，这还得了？啊，那么我们让我们自己反省，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如他，说不如他也未必。啊，我们终究把这个经典里头的奥秘贯通了，这是他们做不到的。那让我们想起来，我是怎么个状况？过去善根福德一定很厚啊，只是有这些烦恼习气在障碍住，没有那么快呀、透出来啊，不透出来不得受用。经典里面的奥义也见不到。古大德所谓的是为哪有乏味呢？啊，而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为浓于乏味，是为很浓，乏味没有啊，完全没有尝到啊。接触佛法之后也听讲经，听不出味道出来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讲经的大德跟古时候相比差很远呐、古时候那些大德他有修，他有证，所以他的话就有味道。如果现在这些讲经的大德都像学校的老师一样啊，你不能说他不懂，他未必真懂啊，都是在文字上下功夫。所学的呢，那就是现在所谓的学术佛学啊，佛学很时髦啊，在学校里的这个课程也很时髦。这学习里面佛学的科目啊，真正要能体会，一定要依教修行，才把它的味道嗅出来啊，不真干不行啊。不但佛法要真干，圣贤东西要真干，世间最精华的东西也要真干啊！世间科学家尖端的也没几个人，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？真干呢、锲而不舍，念兹在兹啊，他才会有新的发现，才会有成就。因此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不要小看了自己，确实是善根的非常深厚的人
啊，你才能修这个。这个经是什么呢？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，八个字：普救一切世间之心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世间加个一切世间，一切世间是说什么呢？是法界。设法界最上面是佛，下面是菩萨声闻缘觉，底下是六道啊。啊，设法界的众生都能够得度。啊，所谓救世之心者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奖励修学净土的人，是不是真的这样？如果这个地方有真正修净土的人住在这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这个地方就少灾少难。那为什么沾他的光啊？他真修啊。真修的人不是一个当一百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集体的意念，这一般讲100万人的都市，有100个人在这里专修净土，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。普通修净土啊，一个人如果对宗门教下都能够通达，畅通无碍啊，不是用的妄心，用真心来修，一个人就够了。不必要100人了，100人叫普通信众，暂时把妄念放下，就像江本博士琵琶湖做实验，那随便邀请来的350人，一个小时，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把妄念放下，啊，一心专注，为琵琶湖这个海湾祈祷。啊，时间一个小时。啊，叫大家想这一桩事情，说这一句话，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你看看，就这么几个字。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一个小时，真起作用了。3天之后，湖水真干净了。啊，平常这些很难闻的气味都没有了。这个实验是试验出意念能量不可思议，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现象。今天地球灾难是外面的物质现象。啊，江本的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我们认真在这里修行，善业专精啊，身礼佛，口念佛，心里面想佛，啊，专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无比殊胜功德。今天讲能量，无与伦比的这个能量，我们现在稍稍明白了。这个能量对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心健康状态啊，你要真心才行。啊，对外面
改变我们居住环境。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很多，我们这个地区没有灾难。啊，一定要正干。我们的能量越大，影响的范围就越大。啊，有足够的能量，那你在这一处修行，周边灾难都会化解。啊，香港的周边，西面是中国大陆，啊，北面是韩国、日本，东面是台湾、菲律宾，南面是南洋。这个地区，这么大的地区，灾难都能够化解，纵然不能完全化解，也大幅度的减轻。普救一切世间之性啊！啊，你要相信，它才能产生能量；要不相信、怀疑，这能量就没有了，就不能产生。啊，所以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再看下面文：如本经为，当来一切寒凝，借以此法而得度脱故。师尊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，当来是将来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都称之为将来，一直到释迦法运在这个时间消失了，这个时间经上有数12000年啊，佛的正法1000年，末法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啊，总共啊12000年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，要用现代的话说，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，在空间。它影响整个地球，啊，佛教遍布全球。在时间上来讲呢，它的影响是10000年前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读过念老注解引用《人王经》上的话，那个话也是佛说的。啊，讲佛的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讲得好，有道理呀。佛哪有什么法运有胜劣？没有啊，佛法是平等法。啊，法的殊胜，法的衰灭，完全在人。这个道理是真的。那佛说了，三个条件具足就是正法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有人证果，这个就是正法。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没有人证果，这叫相法。有人讲经，没有人真修行。听经很欢喜，真修行的没有，当然
正果的都没有，这叫末法。啊，经都没有人讲了，这叫灭法。经虽然在，没人讲了，没人学了，佛法就灭了。人往经上这个说法好。啊，在12000年这个说法，我们是在末法，但是我们今天真正在学习。啊，这一生真正往生的，那我们是末法当中的正法，往生是正果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大乘。妙果啊！我们读的这些经文都是佛说的，佛在鼓励我们，在劝勉我们，在奖励我们啊！我们在末法居然能成就，能有正法的成就，这个太殊胜。啊，虽然现在是末法，如果这个地区连一个讲经的人都没有，它就变成灭法了。啊，好在我们现在用这些科学工具，让整个地球都不至于陷于灭法。啊，卫星网络随时都可以收到这讲经啊。啊，那么在现前这环境里头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第一重要。如果没有人讲了，法就灭了。科学工具现在还在，尽量去利用它。啊，利用这个东西护持正法，修大功德了。那不着相是功德了，着相是大福报。啊，是世间的利益。啊，不着相，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。那叫大功德。国报殊胜，没有人能想到啊！啊，佛法你看要灭了，他能发心把它救出来，不管他的心是正是邪，佛法被他救了。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！就是发心不正，什么叫不正呢？为自私自利，为自己名闻利养，也不得了。为什么把佛法救了？啊，佛法有了沉船，不但现在人的利益，这个沉船如果世世代代有沉船的话。这功德大了啊！除佛之外，在中国儒道都了不起啊！遇到有这种缘分的人啊，真正像古人所说的。为往圣极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都叫普救一切世间之心。啊，我们经上讲的救世之心呐、
啊，这个功德回向净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不想求生净土，在这个世间是大福报啊！这个福报绝对一时想不起、想不尽的。啊，这个大福报像古代的帝王，要传几十世。啊，在中国传世最久的是汤啊，那这个周啊，周传了37代呀，867年啊，今天能够为儒释道集绝学，他的福报不在周家之下了。啊，那么对于圣教障碍，疏忽，让他在这个世间绝灭了，这个罪有多重？啊，从反面上一想就明白了。这个果报在无间地狱。那再回头想想我们本身，我们这一生，身口意三业所造，是在信佛法，还是在灭佛法？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如果是信佛法，那就是帮助佛法常住，这个功不可没。如果是灭佛法，那罪就不得了了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如果有罪过，一定要依这个法门来消灾灭罪业。这一次我们宣讲无量寿经黄念老的注解，啊，接近尾声，现在是第47品，下面48就圆满了。啊，圆满之后还讲这个本。我们讲第二遍，第二遍把科判融汇进去，啊，让我们看这个经文注解段落层次更清楚、更明白。啊，科判就是解释这篇文章章法结构。
也是属于一种科学。从章法结构里面就能看到这部经的思想体系。所以古人不用这么多注解，这么麻烦了。这个科判也判下来了，全清楚了，通通明白了。对现代学佛的，他看不懂科判。科判就是，你比如这一段讲些什么？这一句讲些什么，都给他加个小题目。你一看就明白了。像此地两首偈，前面一首四句是讲持言就是，科判上我就用这四个字，受持为人演说。就是这些的。科判上的字尽可能的用经文。非常清晰。下面这首呢，决定往生。你看用他这个第二句，决定往生极乐。你说这一首是讲决定往生，这一首是持言就是。那么这两首合起来呢，持言往生，那就是这一个中段。一个中段里头有两个小段。我们把科判印上去，大家学习就非常方便。注解呢，全依黄念老的注解。所以我们要印新的经本。今下联句老句是汇集。科判是早年我学这部经的时候做的。我曾经参考慈州法师科判。比慈老法师更详细。慈老法师用的是最早的汇本。37品这个本。前面这个诸位看到了，这就是科判。这个本子37品无量寿经。是念老以未末生的本子把它校订，大概以后看到还是不太妥当，重新再汇集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48品。这个我们印了1000本呢，作为纪念。知道当年汇集的辛苦。最初老居士这个本子汇成之后，慈州法师在济南宣讲，就是用他这个本子，给他做了科判，非常好的纪念。这个科判，我有一次在北京去看念老，他送给我的，我怕丢掉。所以把它印在一起，这样流通，这个科判就不会丧失了，不会失传了。
啊，其实眉目非常清楚。那么经本我们会大量印，希望借着这些讲下去，在我想明年这个时候就讲圆满了。啊，应该在明年八九月间可以圆满了。啊，这是说当来一切含宁，直六道众生都能够依这个念佛往生的方法而得度脱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人与自救，并普救一切事情，再应修此救世之心。这句话劝我们了，我们想救自己，我们也想救一切世界。啊，佛把这些理论方法都讲透了，我们能依照这个方法就能救自己，依照这个方法就能救世界。啊，佛怎么救世界？需要我们来做帮助。啊，他在上面指导我们，设计这些工作是我们干的。啊，佛有救世的大德，我们跟着干，我们有救世的大能。啊，德能融合在一起，这就圆满了。那么此行怎么个行法？就是下文当中讲的闻已，我们现在听了这个经，听到了啊，我们的手拿到了经书，拿到了也听到了闻已，要真的接受啊，接受什么？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变成我们的见解，经里面所说的一些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行为。啊，这部经就是我自己，要问我自己跟这经是一样的，经就是我自己的写照，这叫受持啊。啊，这是自立呀。下面书写是流通。啊，这个经典要大量流通。古时候没有印刷。啊，经典流通要靠书写。啊，受持读诵的人一生至少要写一部。啊，我让这个经典传下去，世世代代传下去。现在印刷术方便了，大量去流通。啊，儒释道。啊，要精选，不要多。啊，真正能够啊，救世之心，要简单，要扼要。啊，现代人，他看到了，接触到了，能生欢喜心。它就能起作用啊。
不单我们用文字流通，现在可以用光碟啊，可以用 CD， 方式很多啊，用电视，用网络啊，用无线电广播，全心全力向这方面去发展。如是一心求见法，这是自己终极的目标。我一心一意，不求世间名闻利养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不求果报，求什么呢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这些事情是佛所做的事情，诸佛如来他就干这个事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行佛之心。啊，佛是救世之心啊。啊，这个两句。啊，等三句，三句。上段表信闻信此经，今则引申其意，从闻信啊而起愿信，信愿信是分不开的，密切关联，受啊，受者信受。持者支持，净土法门他从有门入啊，它不是空门，叫我们支持，执什么？执着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只执着阿弥陀佛。啊，经教里面呢，我们只执着无量寿经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从执着切入进去之后呢，就不执着了。从有执着到无执着，叫暗合道妙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一教奉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一定要遵从经典的教诲，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展开经卷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面前，恭恭敬敬接受啊，老老实实的学奉行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同时呢，你看书写、读诵、赞叹、言说、供养，啊，这都是天天要做的。啊，书写我们今天编译，读诵。每一天要认真去学习，啊，赞叹，读诵经典是赞叹，一心专念是赞叹，
演说演是表演，要把我所学的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我做到了，表演给别人看啊，这种身教啊，身教而后才有言教，言教是说。以此功德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，真做到了就是真供养啊！如上种种圣妙功德了，圣是殊胜，妙是微妙。啊，我们真正能这样做，这是殊胜微妙功德，均以至诚心、不二心回向净土。啊，这个两句重要，至诚、真诚到基础啊，不二就是一心。一心一意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只有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只有阿弥陀佛六字洪名，叫万德洪名啊，这样回向，那回向有东西，不是没有东西回向。光是口头上回向啊，不起作用，要有行动。啊，真干。啊，以这个回向净土求生极乐，故云如是一心求净法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个愿，这一个念头，念念都不失去啊！我这一生为什么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什么都不为，就是为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，佛就给你受记啊！佛在位置受记曰：“决定往生极乐国。”这佛给我们受记的啊，我们决定得生呐！啊，后面这一句话，也许是释迦牟尼佛看到了。那如是之人临命终时遇到灾难了，什么灾难？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可不可能？可能。我们从天文望远镜上观察到，有整个大的星系啊，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，全部燃烧起来了。啊，在望远镜里面看到有一片红的光，那火烧的光。啊，那个里头不知道有多少星球。啊，我们这个银河系。会不会有这一天呢？非常可能。
啊，科学家的估计，太阳的燃烧大概还有60亿年。啊，烧到最后它会爆炸。啊，那就是太阳系的毁灭。啊，银河系的毁灭时间会更长。这就是佛经上讲的尘诸坏空啊。到坏劫，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就变成空劫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都快到最后的时候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三灾现前。这个宇宙之间啊，3000大千世界有大火，有大水，有大风啊，大三灾啊。这个念佛的人啊，今天修这么多功德的人，遇到这样的大三灾，也能超过往生净土。这个功德多大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。佛在这个时候会现身来接引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，决定是佛来接引。这佛会不会忘记，那我们就有疑心，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疑尘，决定不能有这个怀疑啊！佛怎么会把你忘记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他来接引是他的本愿呢，他发了这个愿呢，愿要兑现呢啊！他怎么来的？他是分身来的，化身来的，一个身能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之身啊，十方世界任何人往生的缘成熟了，一个不会漏啊。要相信贤首过世还原观上讲的三个周边，决定不能怀疑啊。三个周边，第一个周边法界是吗？我们的念头，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立刻周边法界，阿弥陀佛知不道？知道啊，你寿命还没到，所以知道了他不来。你寿命什么时候到了，那一念他就来了，你就看到了啊。一定要阿弥陀佛来带我们往生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。你一定会迷失方向，这一迷就错了，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，肯定是往生，不知道到哪一道去往生啊。所以要坚定信心，一丝毫都不怀疑啊。我们这里一发心，阿弥陀佛就知道，真正发心求生，阿弥陀佛就时时刻刻的注意。啊，什么时候该来接引？啊，决定没有收入。
啊，这里经文，这也是书籍。啊，这样大的灾难，佛都来戒引，何况小灾难？在地球上出了点点小灾难，在诸佛菩萨心目当中看这个，这叫鸡毛蒜皮的小事啊。啊，银河对齐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小事啊，相信佛，决定保佑你，决定不会舍弃你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两首偈。这两首偈，这个我的课本难知难闻，里面也分两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六句，佛知难测；第二段只有两句，难得难闻。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与佛乃能知。声闻一皆是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啊，这个例句六句说佛智难测。啊，下面这一段只有两句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幸会闻法难中难。啊，这一小段里是两句，实际上就是讲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一定要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缘分，决定不能空过啊！啊，我们看念老注解啊，有段表佛智深广，为佛能知啊，这佛的智慧。二乘贤圣皆不能测。二乘是声闻缘觉啊，小乘的贤圣，阿罗汉是贤人，辟支佛是圣人啊，小乘的贤圣，他们不知道佛智慧啊，佛究竟有多大的智慧？他不知道，何况凡夫啊！今天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、新的发现，非常不容易。居然他们能够发现阿赖耶，佛在经上有说过，真的兑现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变现出宇宙，变现出万法。慧能大师说得很简单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！自信为什么会能生万法？自信本身
什么现象都没有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虽然什么现象都没有，它含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、圆满的相好。啊，含在哪里？自性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。那么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也是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无处不在。没有云，它不现，不是它没有。佛家讲隐现，没有缘的时候就隐，有缘它就现了。能生万法是现的，不现的时候呢，慧能大师第三句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这是在隐的状态之下不现，能生万法是变出来了，现出来了，啊，能生能现。啊，但是他现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现阿赖耶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一念不觉。这一念不觉，就阿赖耶出来了。阿赖耶变现出万法。啊。阿赖耶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藏识。藏识像仓库一样，啊，资料室一样，这里头什么东西都有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那佛说的是这里面有三个东西。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，确实像万花筒里头，哎，只有三个东西啊，不同颜色的三个纸片，只有这三个东西，你拿在手上就转千变万化，无量无边。啊，你永远看不完的，它总在里面变现。妙极了，在万花筒的小宇宙啊，它里头藏的秘密，让你慢慢去体会。宇宙之间的变化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动它就变化。不动它就没有变化啊，是法界在动啊，诸佛菩萨的十报庄严头不动啊，不动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，但是就看到一个相，它永远不动啊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那转动呢？转动叫摄法界，摄不是数字，摄代表无量。你这一转动，无量无边。哎，而且的时候呢，看不到两个相同的。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真的一定能看到，假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
啊，所以不可得。般若经上讲的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在万法通上能够体会到。故应舍近至亲，唯当两心。我们对佛端正的心态，是对佛敬仰，对佛尊重，对佛有真的信心。两心，这个心里头带着有沉静，这叫良心啊，仰慕我啊，一定要把情执放下。情执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要放下了。今天信聚信会，我们很荣幸的，很幸运的啊，我们具足真心，具足智慧啊，智慧能理解，才能产生真心啊，能闻此法，没有信会，这法你不能听啊，你听不进去。啊，以为它是幻想，它不是事实。啊，所以这里加了一句，切莫错过今时。这个话慈悲到极处，千万不要错过今时这一生啊，不说一生，说今时。为什么呢？明天我还在不在，谁敢保证啊？啊，人命在呼吸之间呢，这一定要明白。学佛之后，不贪生，不怕死。啊，生死是生呢，修行重要。今天不可以空过，认真学习。啊，海是比喻，如来智慧深广无涯，犹如大海，故云智慧海。啊，佛经上这个字常用，比喻广大没有边际，都用它来形容。啊，如来是智慧海。在六道凡夫叫业海，造业也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实际上众生的业海跟如来的智慧海是一个海，不是两个海。迷了，智慧海就变成业海；悟了，业海又变成智慧海。没有两样啊，所以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自己要知道尊重。
要真正发心，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只要你肯觉悟回头，你今生作佛，你就会成佛。做佛不一定要出家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无论在哪个行业，你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都叫做佛事。什么事都是佛事，什么样事业都能成佛。特别是净宗教育、净土教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为什么？心里都有福，口里都有福，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用佛心去做，我用佛口去言，那就是自行化他了。净宗同华严境界，华严离世无碍，自世无碍啊。圆人说法，哪一法不圆呢？啊，提个问题问你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明白觉悟了，为什么？什么叫佛法？凡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全是佛法。自性是佛啊。一切法到最后还回归自性。啊，回归自性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什么时候回归？觉悟就回归了，迷了就远离了，一悟就回归了。所以，一切法皆是佛法了，不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法皆是佛。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他怎么不是呢？在有情众生，我们人这个身份有佛性。佛性就是佛法，就是佛身。在一切万物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有法性，法性就是佛法了。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，开悟的人。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啊，无论哪个行业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没有离开啊。啊，怎么没有离开呢？我心里是阿弥陀佛，口里上呢没离开。
我心要是想起别的杂念了，那就离开了，那就远了。啊，不念佛，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，那是真的。但是我们做不到。啊，做不到，今天佛大慈大悲，叫我们心里保持一个念头，保持阿弥陀佛这个念头。啊，这个一般人可以做到啊。叫一念不生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那不能普度众生。啊，那不是普世教育。普度众生，普世教育，要人很容易接受。啊，真的，上从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都可以受持，都能够修习修学，这才叫普世教育。啊，普世教育只有念佛法门。啊，所以佛的智慧海。唯佛与佛乃能知，众生的业海，众生的烦恼海，也是唯佛与佛乃能知。啊，都不是凡夫能明了的。如《法华经方便品》曰，佛所成就地也稀有难解之法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个稀有难解之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实相，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。现在我们也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真的的，是我们听说的，我们听佛说的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无所有，是毕竟空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听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豁然大悟啊，明白了。啊，佛问问得很巧妙啊。啊，就一般凡夫所讲啊，心有所念，你心里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你很清楚，可是这一念里头，你把它分析，有几念啊？微细的念头有几个？有几相？有几时？哦，这念头里头有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回答世尊说：“一弹指，32亿8000年。”先答复他几念，32亿8000年。几相呢？念念成形，就形象。每一个念头都有形象，形皆有识。是就是受想行识，每一个形象都有受想行识。我们回想一下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深般若照见五蕴皆空。他照见什么？照见弥勒菩萨所说一念，
那一念为什么是空的？一念不可得，立刻就没有了。这个现象，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发现了，讲的没有弥勒菩萨说的这么清楚。啊，这个意识的现象是叫意念，非常快速的频率在振动，产生物质现象。你看，跟弥勒菩萨所讲的接近，但是弥勒菩萨说的清楚，他说的含糊，快速快到什么程度不知道。弥勒菩萨讲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，百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320兆。啊，如果我们用秒做单位，一秒要能弹五次。乘五，1600兆。啊，无蕴这个现象，它能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，它存在生命中的。所以普朗克说，根据他研究所得的结果，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因为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的时间，啊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看电视，啊，看这个电影。更容易清楚，啊，以前这种幻灯片，啊，这个是幻灯片，电影的底片是幻灯片，啊，打在荧幕上，啊，一秒钟多少张呢？24张。我们看到电影荧幕上就很生动了。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，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是1秒钟1600兆张，不是24张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事情普朗克看清楚了，他看到了，所以他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连续不断产生一种幻觉，你以为它真的。啊，就好像看电影一样，看电视一样，你以为它真的。实际上每一个像都不一样，所以这种现象是相似相续相。如果完全是一样的，可以说是相续相，它不一样，每个念头都不一样。啊，是大同小异，找不到完全相同。啊，相似相续相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不但物质没有，精神现象也没有啊。它存在的时间是相等的嘛。啊，意念存在的时间也是1秒钟，1600兆嘛。啊，不但这个精神现象没有，连自然现象也没有，
自然相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听了普朗克的报告，看到经典上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这两个一对照，明白了。哎，今天我们读这句话，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是听到的，不是自己亲证的，自己亲证得受用啊，得什么受用呢？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，为什么？通是假的吧？你打妄想就白打了，执着也白执着了，执着不到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执着到。你说我要把它占有，不可能。哎，你要什么？哦，等死了才晓得带不去，没有想到就现前，就这个。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你怎么得到？啊，根本就得不到，你还拼命想去得到，这不自打妄想吗？这不自找苦吃吗？念念不可得了。这个念不是佛问的那个心有所念，那个念太粗了。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个念你看一弹指的就320兆。啊，生灭现象啊，320次的生。320兆次的生命怎么能得到？啊，所以佛跟我们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真的，真是在做梦。啊，你把样样事情都当真了，错了，大错特错，全是假的，一切法不可得。啊，你才能得大自在。啊，必须要证得这个境界，真得大自在，得大自在的，如来世尊，化身菩萨。啊，真正证得在六道，在十法界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游戏神通，你全都知道了，全是假的。你在这十法界，在六道，你是绝对没有执着，绝对没有分别，绝对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什么？诸佛如来应化的世界，没两样。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救度众生的，他来表演的，他什么都能表演，像《华严经》53参，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通通都可以表演，啊，那真的是化身菩萨，真的是诸佛如来，啊，有没有呢？我相信有。不但有，我相信还不少，只是人家不暴露身份，没人知道啊。
身份只有他自己晓得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确实很幸运，佛经这么难的东西啊，科学家帮助我们，我们明白了啊，科学家发现这个不过30年的，30年之前的啊，佛学的这些老法师没听说过。啊，只是听古人这么说法，讲经的时候也是这么讲，一样化无如。啊，我们看的这些科学报告，体会得更深了。啊，这个深度超过前人的。啊，但是不能超过正果的人。大彻大悟的人，我们没办法，比不上他们。啊，在觉悟上，不是正悟，觉悟上，我们超过他们。啊，真正正悟的人，我们比不上他们。又云：无漏不思议，甚深微妙法，我今已具得。为我知实相，十方佛也然。这是《法华经》上的话。可见佛所成的无漏甚深不可思议的微妙法，还是这一句究竟诸法实相，对得诸一切法的真相啊，究竟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为佛能知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今天这些科学家能发现的阿赖耶，阿赖耶从哪来的？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佛知道。啊，科学跟哲学发展到今天，佛在经上有说，啊，早就说明了，他们的境界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佛说的，八识里头，意识的功能最大，意识呢就思想。思想确实没有边际，没有范围。啊，他说大，今天讲的太空物理，啊，研究宇宙、大宇宙，啊，能够啊想到宇宙的边缘。从小呢，他能够看到阿赖耶，能够想到阿赖耶，那再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就是他的范围。啊，思想是妄心的，法界虚空界是妄境的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是妄心啊，妄心能圆到妄境，圆不到真实。所以真实他就没办法了。真实要怎么样呢？真实要放下就知道了。啊，我不用心一时，你就见到了。
你才能证得。心是什么？起心动念。释迦牟尼会问：心有所念，那个是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即时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即相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你看，佛问的是三种事情。这三桩事情通通不可得，为什么？它能够存在的世界，只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得到？没办法。啊，真的像一道闪光一样，那么快速，立刻就没有了。这个闪光在我面前，我们还没看到，眼睛来不及，眼睛速度跟不上，它太快了。我们已经没有见到啊，是真没有见到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闪光上就是现象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闪光是它的连续相，啊，相似相续相，它的真相一个都看不到，啊，可是这个真相呢，佛知道。为什么佛知道？佛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。啊，自信是非常灵敏，极其微细的东西他都知很清楚，也就是说他的速度能跟你的速度相等，甚至超过你的速度。变法界虚空界自信变现的，佛经上常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就是自性，所有一切法全自性变的，离开自性，一切法都没有。啊，自性是永恒不变的，叫常住真性。啊，就它不生不灭。他如如不动，啊，慧能大师坚信，通都说出来了，啊，自心清净，从来没染污，啊，不生不灭，啊，本自具足，前面我们讲的，他能生万法。啊，本自具足，实在讲并不很多。啊，但是它起作用的时候，畜生无尽，所以对这桩事情，我都想了很久，以后想到万花筒，哎，很相似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你掌握到这个原则，无事不办，啊，你像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东西，四科，这四科，无论是古时候现在，无事不办。
啊，五能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就行了。你用在你自己身体上，你是圣人。这四颗你全都做到了，圣人呐、啊！啊，尧舜禹汤圣人，圣什么？这四样他都做到了，他一个都不缺。啊，缺一个叫缺德了，他不缺，圣人。四个都做到了，还有一些欠缺不圆满，贤人。啊，能够做到三分之一，做到一半，君子。啊，统统都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在佛法讲，凡夫啊，六道凡夫啊，全没有了啊！所以在这四科通通做到身心健康啊。家庭落实，你家庭美满幸福啊。啊，你用它来经营一个公司，那就是现在日本的稻盛的啊，稻盛和夫啊。你用在一个国家的时候，这国家大治啊。啊，盛世就出现了，太平盛世就出现了，就这么四样东西。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四样东西，千变万化，没有一个不美。啊，没有一样不好，妙不可言的。啊，这个东西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那这是佛法了，这是大乘了。那这个东西跟《华严经》没有两样啊，啊，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的。你要是懂得它的话，那会运用它的话，真是自度度它。那佛法里面教给我们，你看。精液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大愿望就全摆平了。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华严经，是这个境界，华严境界，诸佛如来的境界。十善业道，从凡夫境界到如来境界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就像万花筒一样，千变万化。你看，他在比丘，他变了多少？三千，三千威仪，三千威仪一归拿，十善业十条。在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线，就十个一展开八万四千细线，啊，到如来果地上化身菩萨无量无边呢，归纳起来就十条啊，不能小看他。啊，中国人讲的德目里头还有重复的。
啊，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个字。啊，四维礼义廉耻，你看离前面有仁义礼智信有，又重复的。啊，八德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就是连重复一起算，德末只有17个，一展开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总纲领不多，啊，敬业三福。是最高指导的原则啊，教我们怎么修法啊。但是根之根，事法佛法没有两样，孝亲尊师，根之根呐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这两个根要是没有了，出了问题了，全都没有了。你学什么都不能成就，假的。伪装的再好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总有一天，你的面目暴露了，到那个时候人家把你看穿了，一文不值。人不能不孝父，不能不尊老师。佛说得好啊，我们的身体生命得自于父母。我们的智慧慧命得自于老师。人有两条命啊，生命跟慧命啊，慧命比生命还重要啊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个罪业就是无间地狱啊！你看佛门里边无逆罪，你这有啊。第一个杀母亲，第二个杀父亲，这不孝父母啊。第三个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啊，第四个触佛身学，第五个破惑惑身。啊，破坏正法的僧团，障碍正法，破坏正法，这个无逆罪是阿鼻地狱，一切罪里的最重的。谁敢犯呢？不相信因果的人，他敢。不相信因果，啊，这个东西不是不信就没有啊，哦，信则有，不信就没有，那我也不相信了。他不信还是有啊，那不管你信不信啊。啊，到你命中的时候，他就现前了，你跑不掉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
常常想着佛陀的教诲、圣贤的教诲。地狱可怕了，自古以来多少人为地狱苦，他才发菩提心。啊，只有不相信因果，佛法叫一禅体。一禅体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语叫没有善根。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怕。啊，可是到时候后悔莫及。这里讲了好多个诸法实相啊，真相啊。佛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知道，十方佛也知道，可见佛所成的无漏甚深，无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六根，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就叫无漏啊，漏是烦恼，起心动念就有烦恼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甚深，甚深是很难理解。那说都没有办法说，怎么能叫听的人会听懂？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，无法言说的微妙法。那这个法叫究竟诸佛实相。啊，真的彻底明白了，搞清楚了。啊，为佛能知啊，声闻一皆是佛知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啊，声闻是小神，阿罗汉啊。我们觉得阿罗汉的神通智慧已经不得了了，跟佛比差远了，差太远。他是小学生，佛是博士班毕业的啊，莫能测啊。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云：“我即十方佛，乃能知世事啊，世法不可思。”这就是诸法实相，没有办法指示。不可说，除信力坚固之大菩萨外，于无能知者。这讲到个信，那现在人的问题确实出在信心失掉了。这就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，不信啊！今天如何能够帮助人把信心呢找回来？我们才有救啊！不信就没救了啊！信心具足，就是经上讲的大心凡夫。对于佛所说的甚深微妙之法了，他能信，这个不容易
啊，所以这经本上很重要关键的字眼，我们决定不能疏忽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